知道女工程师在职业上他们遇到的困难，那很荣幸的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都很开放推动马来西亚。写文章呢，因为本身也是在做研究活动，所以都是一直不停的通过文章来鼓励大家。这是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像菲律宾旁边这边呢，也很高兴，曾经在2016年我也参与过你们，我们也邀请青团义来参与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创业大会，然后还有种种，我们也不断的，就是说我们鼓励这些年轻人一起来建立这个所谓的特殊群体职场，也就是以社企来做创业。那我们让他们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拿文凭，他们也可以收大学承认，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东西。所以想不想听啊 ？OK， 这就是我做的东西了，好，大概讲完了。其实要做的东西真的是15分钟讲不完了，应该最少给我2个小时。我刚才还问大飞可不可以给2个小时，他说不可以。认可得了这个广播奖，可是有趣的地方是，过了2年，我很狠狠地走上街头去，在独立广场跟继承法师，我们用我们的以身作则，然后为社会发声。他们都是从事家庭帮佣的工作，省吃俭用。7年之后，就联合集资买下了一所房子，而且这一间房子有名字的，叫做联居。我的学姐啊，我的提名人，我的贵人，谢谢。还有我的学姐 Vicky， 他们在截止的两天前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要你 submit。 我说刚才你们看到我的名片吗？我就真的是很忙哎，但是他们就是一催一二催的时候，我结果用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 record 集合起来，然后 submit。 符合奉献的精神，我个人呢就透过无私的服务和奉献的精神，让我本来是一位企业家变成公益讲师。 OK， 经济风暴上课换思维，最好的学习，分享是最好的学习。如果没有这个信念，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也不可能呢到全国各地小学、中学甚至社会大学去做分享。因为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呢，我发现到学到最多的是谁？肯定是自己的，因为我准备很多功课嘛，对，备课啊，学到最多还是翁定如哦。所以学习的落实呢，就是教导，这非常的重要。所谓学、做、教，它也是一个公益的活动。所谓树大什么？思想有点偏激哦，树大招风。我个人觉得是树大遮阴哦。如果你说树大招风的话，请问你会继续为社区做服务吗？各位来宾，我们青团员有一个文化哦，就是司仪称呼了，我们就简短的，就不再称呼一的称呼，请大家见谅哦。所以大家也看到刚才的流程哦，我们颠倒一下，就是先分享，然后我们现在才来颁奖。好，谢谢各位的耐心。不知不觉呢，青团员这个青年服务大奖迈入第3届。kepada saya untuk menghadiri satu program yang saya rasa amat bermakna ini, iaitu program Anugerah Hikmat Belia GBBM kali ketiga. Kita berikan satu tepukan kepada penganjur. Sosian tang lan wa yao kan xie Qing Tuan Yin, yin wei yao qing le wo chu xi, ye cheng gong le zhu ban zhe ge di san qi Qing nian Fu Wu Da Jiang Da Hui. Wo men ge ta men yi ge gu li de zhang sheng。台上的这个后头，因为待会呢，我们将进行拍摄这个大合照的环节。
感谢我们的 YB 薛志强先生，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颁奖人。Dengan UBBM kali ketiga sampai ke akhir. Di sini saya ingin mengucapkan tanya lagi kepada semua pemenang anugerah. Harapkan tuan-tuan dan puan-puan akan mencapai kejayaan yang lagi cemerlang. Tanya kepada UBBM Kedah berjaya mengenalkan program anugerah. Okay, Hilisa.